走上来，哎，这幻风反应很快，直接是闪现躲对面的闪现。主要是因为这个一级玩家阿斌刚才直接要炸土上了，但鳄鱼这里就是在硬装啊，对面的打野是真来了的，自家打野只是炸一下对面的。乌迪尔切熊跑得飞快，再一个 Q， 这个血量感觉焦闪也要死，不给二段 E 的机会，想让人头。阿斌说算了，你赶紧拿。苏宁明显是不想放这个峡谷先锋的，卡山已经赶到了，卡牌这边 Q 了一下，没有刮到人。峡谷先锋的血量2000多 ，Angel 这个位置立住沙兵，隔了一下牛的位置，牛先开大过来想开团，被瑞尔晕了一下，牛这边守着龙坑抢，都没有闪到乌迪尔，乌迪尔在闪现里，在龙坑里，千珏自己先扛不住，交出自己的大招，乌迪尔跟千珏血量都很不好，杀过去一个推，把阿米给推死了，但乌迪尔也倒了，而且这个峡谷先锋感觉要被接盘了，最后是沙皇把峡谷先锋拿下来，卡牌开一个大招，直接面对面快船，传下去击杀掉了对面的奥，双方打成一换二之后，幻风又用一个闪现躲掉了牛头的第二个二连。虽然被安卓飞上去了，但是直接将大招又飞回来了。对的，直接飞回龙坑里了。双方没闪现，只能在场边稍微拔战一下，等一下队友的支援。哎，沙皇一推，直接推死一个，推走两个。艾瑞克这边也是看着卡牌下去了，自己直接闪现一加一个 Q， 刷出炼狱扳机，杀掉了对面的辅助。是幻风摆比较快，躲掉牛头的二连，上路直接对拼起来被单杀了，感觉没有追，草里没视野，他身上眼也那个什么了、啊、这个位置感觉阿烈烈又可能要出事了，一技能已经交过了，开启大招，开凤凰追着粘，阿斌这边防止被换，而且卡牌往上靠了，开大招，所以三包一，屋顶就在附近，落地之后卡牌先给大招，橘子捏在手里吗？这位置橘子解了鳄鱼的 W， 还能在大招里绕，但是没有闪现，直接被击杀。骚粪这位置感觉也很危险，一个人过来要打三个有点太过分了吧，沙皇来的稍微有点晚，骚粪这边还在跑，切了一个熊，跑得还挺快的，但是鳄鱼太肉了呀，疯狂出阿 K 闪现过来，阿 K 这边直接推出了沙皇大招，再一个回马枪的 Q 技能把阿 K 给带走，而且无名这边闪现过来想保没有保住，反而又被沙兵粘住，这波 Angel 操作好细腻啊。是的，大招先把残血的千珏给推出去先击杀，然后闪现过来的卡牌想要帮忙一下打野，但还是把自己给送进去了。哇，感觉上路这位置又要等 Angel 来了， Angel 过来，鳄鱼这边小自编加上 Q 技能，小龙还有一分钟，现在这么肥的情况下先看这波回放，骚分第一时间上来皮一下就是来卖的，安卓这里伤害很高，致命节奏这一波伤害很高，戳出闪现，闪现过来等你交大，走一个位直接推出杨凌生息，卡牌闪过来人都懵了，是的，自家打野人呢，而且杀了千珏之后自己平 A 有红 buff 粘，基本每个位置都领先了400-500左右，打起来给出跳上去，牛开大招，瑞尔这边 Q 了一下，牛这边回身拍了一下自己的血量已经很不好了，但是有自己的坚定意志，所以扛了比较多的伤害，几乎偏执的喜欢，确实我感觉他网板肯定还是要出的，下路有 TP 过来抓 Eric， 卡牌也给大招，地上这个沙皇直接一个推板牛头大招给推断了，留下应该不会动了，来不及了，对的，瑞尔这位置有点差呀，被二连了，卡牌开大招，骚粪过来救瑞尔，瑞尔直接御铁术跳上墙，千珏闪现打出一个闪现，把自己送到一个危险的位置，卡牌直接落到千珏闪现的位置，保下自己的千珏，沙皇又在侧面，船长一个大招直接封住了对面的撤退路线，这个时候鳄鱼显得就有些笨了，直接交闪下去，峡谷先锋心说你们打你们的，我要下班了，生了，但找到一个绕后的鳄鱼，这波阿咧咧没闪现的呀，在野区被逮到，感觉有点凶多吉少了，照到阿咧咧这位置好尬，开一个大招，上一波已经交了闪现，卡牌看他想救，这位置落下来能救到吗？鳄鱼这边没有救到 ，Angel 直接无人能挡，正面打了屋顶一个闪现，屋顶卖了一波吸收，溜了溜了，直接切换跑到后面，哇，这个大又回出来了，炼狱扳机吸了很多血，但是不能阻止 Angel 四杀要五杀了，让一下让一下，兄弟们 ，Angel 这边最后是拿到五杀，太帅了，这个沙皇，游戏结束了呀，这把感觉一九开了呀，哇 ，Angel。这位置还是阿连连感觉迷路了，是的，想要绕博后，但是被对面视野给看到了，然后无名是前面闪现已经交过了的，虚弱挂在身上，哇，被推出去四个，沙弥拉替赶紧回来，但是依然阻止不了 Angel 的收割，想要以一个人的输出面对对面基本都是满血的一个状态，现在没有办法，只能来抓一下阿斌这条路了，但这波 Angel 有 TP 的，你动的话 Angel 会踢的，直接是
Angel 交替下来，阿斌不朽对攻触发， Angel 下来先一个流沙一行过去把先觉戳死，而这个鳄鱼感觉也不好走啊，下一个 W 可能 Q 可能就要他命了。这个鳄鱼阴在角落回身想反打，被大招直接推开，往前交一段位移，上皇这边位移又好了，是并且这边完全两个人小手，这边三个人被拿走，交出闪现还是要死，狂风之力加平 A 拿到这个人头，牛头二连起来了，骚粉但骚粉无所畏惧，直接帮兄弟扛住两座门牙塔，还在扛。这个乌迪尔这把出的是究极老肉装，蓝盾都已经给他搞出来了。咱们对出装这一块确实有自己独特的理解。是的，随着本场的绝对主角沙皇赶到正面，要一波了，一个后期阵容应该是25分钟左右就要一波掉比赛了吧？感觉复活时间可能不支持他们一波吧。正面沙皇又来了，这沙皇伤害也太高了。站在杨凌生心里没有被这个塔打死，有 TP 下来的阿斌是个满血。小五这边交一个绝望的秒表之后又被换风收到人头，那最后。能扛住吗？这个基地感觉已经扛不住了。我们看到船长再次打下大招，恭喜苏宁，恭喜苏宁卸下一城。11-0的沙皇，我相信这可能是开赛以来 MVP 给的最不需要考虑的一次吧。是，这把直接给中路就完事了，都不用想。